对情人树许了三个愿望，希望你可以在这里找到他们。我在心里排练过无数种方式，有的声势浩大，有的天马行空，但我想你恐怕和我一样，并不在意有多少人能见证这一刻，更希望这一天就像我们以往相处的每一天那样，像细水会长流。所以我第一个愿望许给时间，我想和你共度余生，我希望余生就从今天开始。我的世界里曾经只有罗源，直到你出现，我的人生开始有了岔路，一条为他，另一条走向你。有时甚至忍不住只想奔着你去。从西山回来后，圆圆问我，拼了命救你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？我撒谎，当时我满脑子都是不能失去你。所以我的第二个愿望许给自己，希望我永远有能力保护好你，永远让你有爱我的勇气。你的第三个愿望呢？在你心里还没有答案吗？我想听你亲口说。虽然我受伤了，但是受伤之后我满脑子都是你，晚上睡觉之前是你，早上一睁眼也是你。受了伤，可是我却觉得很幸福。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显得格外的珍贵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让我的未来有更加明确的方向，所以我养好了伤，也给你准备了这个。我的眼中只你一个，你望向我的眼眸，我永远深爱着，永远为之感动。像每一颗跳动的热血，展燕，我希望我未来的日子可以有你一起参与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让心跳褶皱与生命重合，去追逐眼眶中的那些激动或温热，如星辰守护在寂静。永远深爱着，永远。
感动，像每一颗跳动的热许诺，像你一样爱着那样的我，让心跳褶皱与生命重合，去追逐眼眶中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银行那边可能还是要麻烦您出面。明明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琪琪等了你好久了。哎，这孩子，这……明明他怎么了？可能是跟丁丁丁分手了吧。这孩子，没事。咱继续，啊。这张什么时候拍的？这张是我第一天上班，没有钱买新西装，就穿了大学时候学长的衣服。虽然看起来朴素吧，但是眼神里透露着干净，就是那种出淤泥而不染的干净。现在被污染了呗。现在眼神里全是自命不凡、趾高气昂，还有不遵守交通规则。你怎么还记着仇呢？我记一辈子的。你记着吧你。但是你不可以告诉我们将来的孩子，这样影响我在他们心中美好的形象，而且对教育也不利。这三个姑娘怎么回事？这三个姑娘。他们三都是在大学时候喜欢我的。吹吧你。我可没有吹。你要对自己有点信心，你可是众多喜欢我的女生当中脱颖而出的那个。你看你小时候长多可爱。那是。你这愁眉苦脸的是为什么呀？哎，这就是没长开。中学的时候不也很帅吗？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们开家长会，我都不知道该叫谁去。展言，要是我爸妈知道我娶了你，他们一定会为我开心的。队长，有件事儿还是得让您早一点知道。什么事儿？我向展言求婚了，他也答应了。罗律师，你不声不响的就把我女儿拐走了，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？经过您的同意不难，让他同意才难。您女儿，您还不知道吗？替你们高兴。怎么样，咱们开始训练。别以为有这层关系就可以蒙混过关。我知道您不会放水，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。那我先去福利院了。好。悠着点。放心，累不着他。放心吧。
那咱们今天上器械。好。老师都表扬我了。咱们乐乐最近表现可好呢，经常帮着老师照顾弟弟妹妹，大家可喜欢他呢。真是给您添麻烦了，院长。乐乐能有这么大的进步，都是您的功劳。展姐姐，我在和我的小伙伴们搭积木，等会儿你过来看我们搭城堡好不好？好。最近乐乐一直惦记着你和罗律师，你这就来了。其实今天来还有件事想拜托您。嗯。啊，这个，这是当年青山县地震的遗孤。我听说当年的遗孤都被送往了各地的福利院，咱们这儿也接收了一些。我想找找他。这都是20多年前的事了，查起来有点困难，而且我们档案室这两天正好在整修，不太方便找。要不这样吧，等整修完了以后我马上就联系你，你看这样成吗？行，麻烦院长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这儿没有查到这个孩子的记录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帮上忙，谢谢。连咱们队长的千金都给骗到手了，这光请我们吃顿烧烤可不行吧？怎么也得吃顿大餐呀！啊，必须的，我们没有那么容易到的。咋了？这大餐到底有多大，就看展医生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重要了。这样吧，找个时间，咱们把兄弟伙都叫上，临江的馆子，大家随便选。一起来。好嘞，谢谢。来了，刚跑出来的，来，恭喜啊！有人一直盼着你把展燕娶回家呢。给他们拿点吧。来，以后我要改口叫嫂子啦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让我们早点举办婚礼。呛到了。是不是呛着了？来，先回去吧，啊，先吃点东西，走。这小子，熊飞心还挺细的。你不用羡慕，你未来的老公做得比他更好。要，这腻歪着可就没完了，我可是都听见了。嫉妒吧？嫉妒死了。来，给一串。来。把你这嘴给堵上，来再吃吧。谢谢。对你好点，这个素的麦汁。看着这些年轻人，就是看见了我们追光的未来啊。哎，看到你现在跟小妍的样子，真替你开心啊。要是早一点听你的，可能不会拖这么久。姐，哦，对了，忘了恭喜你了，你跟罗本
经历这么多，终于在一块儿，真好。怎么一个人？周明明呢？我们分手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俩就是玩玩呗，那玩够了，走。虽然你俩平时老打打闹闹的，但大家都看得出来，你俩真心喜欢。到底为什么？我喜欢的人多了去了，不缺他一个。他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。点点点，那我就真看不起你了。我妹妹可不是会因为这种理由就退缩的人。姐，但我也不可能总是刀枪不入的呀，这次我认输。别想了，顺其自然吧。我相信周明明，虽然看起来挺不靠谱的，但他认定的事情不会放弃的。比如潜水救援。需要疗伤就找医生。钻戒啊！我说这一大早什么光晃着我的眼，你和罗本求婚？恭喜呀、啊，罗太太！你们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和俊池庆祝你们一下。邀俊池啦？哦，什么情况？能有什么情况？谈个恋爱呗。哎呀，就你这进度，指不定谁给谁庆祝啊！我借你吉言呢。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给我也安排一个鸽子蛋。放心，这男朋友有了，鸽子蛋还会少吗？哎，哎，高主编，对，摄影师找到了，好，马上去，我还有事儿，帮我调办。照片是我拍的。当时啊，刚发生了一场余震，我看见一个男人从废墟堆里边把这个孩子抱了出来。快快快，过来！来个人，这边还有人。慢点，进，慢点，小姐，过来，慢点，轻一点。快！一开始我以为他救的是他自己的儿子，直到他把这个孩子交给了赶来的医护人员，再去救他妻子，我才知道，在生死关头啊。他先救了这个孩子，而他的妻子却因为没有及时的得到救援，在余震中遇难了。我非常感动，就把这张照片和背后的故事一起寄到了报社。那您有这个孩子其他的照片吗？有，高主编跟我说了，我带来了。来，谢谢。Thank you.
起来，冲起来，冲起来！最后十秒，最后十秒。5 4 3 2 1，时间到，不要停，慢慢的缓一下，慢慢的缓一下。感觉怎么样？多亏了队长，我感觉这条腿又是我的了。谢谢队长。不用客气，是你自己坚持的好。那我先去冲个凉，你们聊。好。复健训练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儿，一般人根本熬不住。他能够一直坚持下来，让我很吃惊，所以他的效果也特别好。他是个骄傲的人，所以为了那条腿，他会拼了命的。那孩子，那孩子有线索了。我说嘛，那么多年了，哪那么容易找到？如果真的找到了，你会告诉他一切吗？是。如果他不原谅你呢？我当年给他造成了那么大的伤害，我不敢奢求他的原谅。可我们为什么要再次打扰他的生活呢？为什么要去再次伤害他呢？也许不知道真相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结果。小燕，如果我没有被塑造成挽救他生命的英雄，确实不应该去揭他的伤疤。可当年的舆论把我推到那个位置，他看到报道之后也会把我当成一个英雄，而且在心里面感激我，把我这个罪人看成是一个恩人。我不能在伤害他之后还一直瞒着他，而且他有知道真相的权利。我知道。沈岩，我进来了。看什么呢？随便翻一翻。怎么样吧？今天出去有没有什么收获？没事儿，你爸爸找了这么久都没有找到，你也不用这么着急。我知道。这两天队长给我做恢复训练，我觉得特别有效果。等我腿好了，我陪着你一起找。你都说了不用着急的，你就忙你的，我自己慢慢找。好，都累一天了，去洗个澡吧。那我出去了。我进来了，来喝杯牛奶吧。谢谢。
我看看。心连心。我上次不是跟你说过，青森地震之后，我就是被转到这家福利院的。说不定你要找的那个小男孩，也是被转到这家福利院的。不可能，我找过了。所以你没看我把他都化掉了？好吧。说起来，好久都没有去看过乐乐了。其实你应该等我脚好了之后，我们俩一起去的。你说你腿还没好，我也不想让你太费心了。乐乐我去看过了，一切都挺好，放心吧。好吧，等我腿好了之后，咱们俩还有很多事情要一起做。好了，那剩下的这些你睡觉就交给我吧。喝吧。这两天我把名单上剩下的那些福利院都跑光了，还是没有找到那个孩子。没关系，不过你腿也好的差不多了，该回律所了吧？是啊，是该回去了。那就去忙你的吧，别让这事耽误你工作。你知道吗？这两天总往福利院跑，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事儿。虽然福利院的老师对我都很好，但是有时候我还是会觉得很孤独。还好我遇到了我的养父母，他们给了我一个特别幸福的家。你不是也帮他们照顾罗源了吗？所以罗源现在很幸福。但是也是我害得罗源没有办法说话。人不能总活在过去，圆圆不会怪你的。但是过去造成的伤痕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弥补的。你也不是故意的。但是我自己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。熊飞不也坐过牢吗？但是罗源不也没介意吗？对了，他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他们俩在确立关系之前，熊飞就主动向他坦诚了。如果熊飞当初选择隐瞒，我是根本就不会让他们在一起的，更别说结婚了。毕竟坦白过去是需要勇气的。两个人能在一起生活，坦诚是最基础的，也是对彼此最大的尊重。你吃点虾。